啊，你过来，唔知有啥物问题，趁咱委员遮吼，啊，其他相关单位嘛，足侪人伫遮咧吼，大概啥物问题，咱会使做一下开讨论。那个主任是不是做做这个？那个，安尼总干事敢要成立了？你还没在进行，大家。那个署长在这里哈，我们有几项我们的现在目前比较迫切需要的哈。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青龙潭的这个土地拨用的问题哈，我们上架厂现在。台湾全省哦，第一列渔港哈，公社的上架场哦，没有，只有苏澳区一位南方澳渔港没有这个上架场，我们一直在反映哈，我希望这个哈能够马上把它促成哈，因为报告署长哈跟立委，我们上架场在这边一吨哈，总共270块哈，啊，头层，一个港口隔壁吼，欧洲港都一栋都160块。哦，啊，一栋差100亿吼，啊，你啊看讲咧，迄对阮呐，迄大只，愈大只愈负担愈大吼。啊，油菜吼，人一桶6000块卖讲啦吼，迄一只起来吼，我前差的油菜就搁差差不多4-5万块。所以一年呐，如果迄个大收甲大减安尼吼，我甲讲过不过，我咧渔船来负担比欧洲港爱一只。加差不多120万吼，这是非常重的一个迄落个。啊，既然我是三大鱼港其中一个，佮我们船数又最多，既然没有受到这种的政府的注重吼，这实在是我一直伫咧做理事长，讲10万年，讲到这当阵吼。啊，然后一直到青龙潭，现在有一点曙光了吼。啊，讲到啊，即马但是啊要到的十几年，好像几年100。15年哈，2018年哈才可以完成。我如果忍受哈，这种背靠7-8年哈，啊，总共输。既然我们要跟人家换算船只，又没有一年，我来给人几千万付出哈，这个是很恐怖，对我们渔民相当的不公平哦。偏偏坐欧洲港，啊，你会讲，啊，咱那买开去欧洲港就价哈，那如果大只会当就价哈，较远人就拼去。但是欧洲港我都塞入。无法度，吼，大只也无法度。第二，搁去甲人啊上架，甲人在地底啊抢上架时间哦，这是对阮渔民。这个换算起来，应该在座电官这个数字里面，应该可以提出，会了解一年损失了多少。第二个，现在我们要这个渔获了哈，要有效的管制跟提高渔获产值哈。我希望我们一直在讲说，是不是能够建一个，我们苏院长也在高雄有讲过哈，生鲜渔获或是怎样的一个物流一个管控哦，要做，我提出要做一个 LL 洞口哈，但是土地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就是咱伫桥卡的代志哈，这是第二项哈，桥卡土地的代志，如果能够跟港务局来提出来，能够拨用或是又透过立委能够来处理，因为因即卖桥卡的土地根本也无伫使用哈，港务局的陈处长也在这里，我希望。两个隔壁吼，会当对只立一个案吼，会当予阮渔民。那如果土地当树的保养，然后给渔会来管理，然后这个租金就免了。然后我们给承销人或是我们渔民能够说啊，我今日抓到10万粒，好，我今日卖8粒，8粒我先甲变起来，明仔再过去卖。能够疏解这个我们的渔获的管控跟一个货物的这个过剩的一个情形，我相信对渔民。才有一个实质的帮助哈啊！你搁做较大的建设，无予渔民得到较大的福利哈，什么政策都是假的，都是骗人哦。这是对家过来希望，这是真大的。现在我们南澳很大的一个需求啊！再来，我们这当中有上一次我们也提过哈，我们12-13码头那个土地，那里有缴租金哈。都缴200多万哈，那么一年都200万，都缴了200多万哈，200多万我们缴了几年的了，十几年啊，老婆刚交十几年哈，啊，处长在这里，我是希望说，我们
渔民跟港务局这边是一个兄弟一样哈，去隔壁的，会当让渔民减到损失，会当提高渔民的迄个产值哦，这是咱做公部门也好，一个上大的目标，这在对渔民才有帮忙。你加搁较好个建设，你让渔民无赚到钱哦，啥物都假哦。伫遮希望哦，诶，立委嘛伫遮，希望会当甲干部局透过跨部会能够县政府也在这里，这个是目前我们务必很需要去作为未来给渔民很大的一个帮助哦。好了，这家哈，我是提出了两个看，还有一个进来哈，湾的那个第三渔港哈，第三渔港那个鱼市场那个截取值了哈，那较早是枯一角，枯一角，我已经嘛讲了十年了哈，诶七八年了，枯一角，啊，伊出鱼的时阵吼，因为伊到阮的厝的厝身吼，稍微低，所以伊的坡度足斜，哦，这个车啊甲人拢按八倒吼。埃及取值差不多八九千万左右了我嘛提出在这个镇，因为两间差不多米半，一米半大概整起来的时阵吼，就会把那个距离拉长吼，埃个坡度都会当减少。阮伫处理下时特别危险，滚船吼，咱个冷冻船有当时啊，若弄迄个刷油哦吼，落去的时阵落倒落，去斜斜收过斜，啊有些收过斜，迄是因为迄底吼。啊，这三个代志哦，是现在目前为止最迫切需要的哈，最迫切需要的。但是刚才立委有特别提到哈，我们的渔业的管理哈，是不是能够脱钩到跟那个劳动基准法能够脱离这个整个的管制？这个我们绝对，我们的人权一些的人也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虐待员工或是怎么样，只是我们要让一个渔业的法规能够务实，在这个法适用在渔业法里面的一个管控哦，这是大家目标会当，这个伫遮吼，对鱼缸的代志会当来落实这件代志，安尼渔业吼才会当永续发展。我甲司长报告一下吼，这当中基本工资越来越涨，鱼啊愈抓愈少。介绍愈卖愈歹，我讲吼，恁卖啦，自然咱就卖着去哦，阮渔民就免先做。所以这当中的渔业是空前最大的、最艰困的时间吼。啊，这，但我讲的，就给来当解决，产销能够解决，啊，人也能够解决，这三大难，你当来个解决掉，我跟你讲，渔业会渐渐更好起来。但是有啥物是提出这个要求？其实我甲报告一下吼，阮的鱼缸到即个目前为止，很多都是有分红的一个感觉吼。阮只有滚船也是三家伙，包括迄弄滚船的头家娘嘛，拢伫遮。每一船渡来，几乎每个渔船的船员都会有分红利给他。至少你大概这十年的本的红利，甚至阮的有三家伙一个船长外头啊，有赚到4万块、5万块，比本国的人较少。为什么技术提升？知识提升，这个是市场的自然机制跟自然淘汰制。所以这是这三项，那要挽救渔业，阮南部渔业这三项来当甲处理好势吼，咱渔业才有救吼，才有远景可去做整个过程里面吼。啊，这是我伫遮的建议哦，感谢，谢谢。我感觉讲头拄个。伊也说个报告内底吼，几样问题咱顶届拢捌提过吼，啊嘛做一寡补助性的措施，啊嘛做一寡管理性的松绑，啊在法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哦，针对这部分哦，我要求大家吼，甲咱伊也说吼拍一下拍一下吼，啊拜人个客家来吼，来听吼，来明早这个明早这个口音也无好吼，这大家解决的那个力度啦吼。有减少吼，啊！我特别要照咱迄个总干事头仔讲的问题吼，我所以头仔苏卡电话请咱陈国栋，咱即马港务公司新的处长陈国栋，大家拍我欢迎一下，有人要办理吼。有关这个金龙潭哦，金龙潭这个后摆即马的存海了吼，后摆新生地，咱大家需要一寡。啊，这土地部分咯，啊，咱来请处长来说明，看，后尾咱来
把大家居民、作业各方面的方便，来减少大家费用的支出。第二点就是讲，咱的迄、那个咱的需要这个业主来保养这个土地的哈，这个苏澳镇南镇段112号国有土地，很多番就小讲到啦，这部分哦。那干部局，我叫有几公干部公司的哈，干部公司呢，不会使用啊，我们可以依法啊，请业主来进行那个无偿服用，啊，无偿服用，安尼来解决这个土地实际上有效利用哈，有效利用，因为土地也嘛无用啊，你无用，互人用哪有劲哈？啊，这部分我是讲，这个关节该来把握哈。啊，另外就是讲咱那个很多。你就从这边来甲讲吼，这真重要。咱这鱼竿吼，这个爱做进行这个进行鱼竿的这个清一年做的这个做，这真严重的问题。我想，就这期我先要求啦，吼，这个今年进行规划，下面来作业吼，这船咱出入就无方便。啊，我特别叫咱副议长吼，其实呢，阮顶下有去开会吼，这部分那个林其山议员，伊对咱企业问题非常了解，啊，即马。这个陈天寿吼，咱个副主委吼，啊嘛拢，各大家就大家各地方个，啊，这需要先进来讨论代志。哦，我先头个讲个就是讲，这个沟通真重要。哦，这沟通若无好，拍拼你嘛唔知啊，有改变你嘛唔知，有我嘛唔知啊吼。咱发言可能就逐工接受信息足济，哦，所以较接来咧来咱办有需要吼。我想讲，借这机会吼，先来请咱迄个陈国栋吼，即个因为你，啊，陈国栋。陈国栋啊，吼，陈处长啊，针对土地这部分台，真期待讲会当，一个说明，你来给他说明。咱邓立伟哈，还有我们业署的长官，还有我们那个议会的那个蔡理事长，还有我们那个林立言，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哈。我是迄个干部公司的英文处的处长，我姓陈哈。那拄啊，委员伫讲，咱青龙潭、青龙潭这豆角边啊，这当中有9.7公顷，哦，九点七公顷，这所在种填海造地啊，因为咱所讲哦，就是随着北碚溪迄个淤积哦，每年来讲北碚溪拢会流一挂这土沙落来，啊，咱北碚溪每年流落来这土沙，以前是拢海抛啦，就是讲用个船啊甲运去海去啊，当啊养着当啊带走。后来呢，分波数呢，就讲也袂使海抛吼，影响到这个生态，所以一定要陆抛。啊，陆抛的话，阮就找这块地，啊，拢总有9.7公顷来作为这个咱这江池的迄个疏浚。啊，对于阮苏澳港的整体规划来讲吼，就是从101年开始，吼，啊，就每年来讲拢有差不多疏浚，差不多6万方左右，吼，啊，这几年从101年到106年，拢总。本来有差不多收存将近要60万方，但是这60万方呢，哦，啊，都即马目前各位看到，即马咱各位渔民团，在渔民朋友大家拢看到咱这豆角这个囝啊，这对面这个吼，即马这甜的，即马，但是呢，伫105年、106年哦，这树枝落啦、梅枝啦、甲泥沙山大风台，甲阮咧咱南华地吼，迄个 SB06这金枪炮炮去了后呢，啊，浪啊长期植入吼，啊，包括阮拄啊迄个。讲的这个青龙潭的围体啊，拢拍歹去，包括阮12、13号码头嘛拢歹去，即摆各位拢伫看，拢即摆伫修理。啊，这青龙潭这围体这个工期呢，哦，甲明年1月好了后呢，阮就阁继续阁疏浚的，阁填回填这个，就是讲工池，我每年拢在编3000万滴乌的迄个工地这土沙啦吼，啊土沙每年都6万方，那依照这个速度来讲吼，会到民国。118年吼，才会完全这个青龙潭才会填好啊。因为主要这个部分，咱农渔业署这边嘛足关心的，所以顶届嘛伫顶工伫个迄个经济伊嘛开一个会哦，就讲会当赶紧把这个地填好，啊交予迄个咱这渔会来使用。因为当这时的是有答应讲有2公顷哦，我近咱这南新码头这渔业专区这2.8公顷这部分哦。当中这部分有2公顷，新的这部分2公顷要交咱渔会来使用哦。这部分，这阮有答应过，但是即马就是维持要等你做，今明年1月才好。即马方块好呢，即马搁填，哎，当中工期来讲，若到以阮迄个当地所准来讲，一年6万方来讲，爱到
照这基程来讲吼，无接受外土来讲吼，是到118年才好。因为阮这工地的所准，这个建筑的这个目的，就是算讲要所准这接受这阮所准的这土沙吼，哦，互各位了解。那拄啊，搁第二点就是讲，迄个委员伫讲到讲做迄个桥古啊桥下骹这个土地了吼，这土地这阮港务公司哦，阮港务公司本身无地。地拢属于咧香港籍的，属于国产国有财产吼，国有土地啦，啊属于，但是管理机关是香港局，啊，阮是，阮即摆是伫港务港区看到恁看的土地，这英文这土地呢，阮算讲拢个设定地上权，属于甲迄个香港局吼，每年都有千几万甲伊，算甲伊设定地上权有付我的租金。啊，无你要叫安怎讲？我都讲个源头，爱讲大家了解，用深了解嘛，才对无？我这学长，我即摆来讲这来龙去脉，互大家知啊，对无？我这学长算讲伊是足了解，啊，为咱乡亲较无了解。目前即摆这土地属于迄个香港籍的吼，互大家知影。啊，目前以上两点报告。啊，拄仔佫讲到佫另外第三点呢，就是讲咱又蔡理事长以前迄个三公下骹吼。一公顷到迄个迄个土地吼，迄个这土地吼，算讲当时嘛，算讲监察委员来吼，讲这块土地要优先予咱机会来去的话，但是还是要依照这土地的相关规定来办理。以上三点报告，好，谢谢。安尼有关香港籍这土地吼，就是讲这个地号112号这地号吼，这不是我公司是香港籍吼。这部分呢，我再来协调，看韩同志跟咱渔业署这边来做处理，吼。那东西韩同志有地啊，渔业这么多，那是有地啊。啊，不，李署长先来说明。咱李会吼，咱市长、副市长吼来做监管吼，啊，咱这咱这船长吼，啊，甲咱的这渔业团队的这领事吼，伊那里有这个机会吼。我是就安尼讲啦吼，当然地方的建设以及港口稳定，哦，甚至是讲情感的问题，即阮所负有的已经有书面的吼资料，拢有咱渔业署吼。我希望讲是讲咱渔业署会当优先考量讲，所咱南方澳吼，尤其是所有渔业哦，诶，即个问题哦，如果也是做好来讲吼。等于全部事业都已经差不多，恁都已经完成一半了吼。即个所以讲，恁要重视阮的即个地方的建设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针对吼，万一有事业，吼，万一有事业的问题吼，虽然讲黄牌吼已经取消，但是你遐的法令依然要存在。啊，存在的时阵，今仔日非常感谢哦，咱的院长哦，啊，你。针对咱这个哦通信费，或者伊都无扣的通信费吸收起来，哦啊，即阮渔民一只船啊，上少拢减4-5万块，即阮来恁感谢。但是有问题就是讲啥呢吼？即个就是讲，阮现主持这个优保吼，收益补助啊，我即个就是讲，唔知我这个收益补助吼，当时是三个月，即个渐渐甲变作四个月，即哦造成讲所有即个。哦，四地数的这哦，出去远洋掠鱼啊，这哦，完全无法度通领到这条钱。因为安那，你叫伊讲这船啊来讲，伊咧请外劳，你请外劳来是每一工每一个月拢爱薪水予人的，退困就损失了。哦，大家嘛爱赶紧出价，那讲丢你啊迄落啊，哦，所以讲这个可能爱做更多落啊，未使你讲无经过这渔民，迄落啊，你就随他提高起来，哦，这一点哦。搁再来就是讲 VNS 吼 ，VNS 伊的这个卫生的问题也是安那样啊吼，你迄一个管管接歹的就对了，你一直卡电话监控中心一直卡，事实上我来这边只来听来看来调查起来讲，伊拢就是一天吼，拢会迄个位置拢有出来，啊你位置拢有出来的时阵是因为卫生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吼？阮全人完全拢唔知道，啊你这個。监控中心就电话就敲来，敲来讲你爱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你要强制你爱做报，将你无出来卫生来报。结果阮伫遮监控中心，阮来看起，有当时啊五六届做一届出来，哎位置都拢伫个所在，抓阮也毋是讲亲像贪官，
海洋去你作业嘛咧，是伫咱本，是伫公海你作业咧。你一点钟，你四点钟一工来讲，一只船啊，哈走几度，哦对无？所以讲、这个会当甲你讲，唔免叫只船长吼，都保迄个位置，哦。啊，你来你讲的时阵，哦，我一定会做，哦。这是今仔日我杨先生主席就好只船长哦。接我一个观感，接歹啊，拢存在你交阮议会讲，哪会拢无你反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甲恁讲，啊，恁嘛是讲，啊，这拢受到国际规范，哦，啊，就是啊，怎样都安怎样啊，啊，这你我是讲，今仔日咱掠只鱼啊，敢一定着爱遐尼受着遐尼济个规范，哦，我是希望敢会当放宽啦，吼，啊，油保的问题哦。嘛爱做迄落啊，因为油保吼，你一摆咱迄个参加劳动第二的时阵哦，迄当阵啊补助28%，啊即个剩14%，啊14%你只要做迄落来讲哦，因为迄个油吼，即个油的即油保吼占咱的成本哦，占65%，哦啊是毋是会当恢复？搁再28%好完啦，因为你28%在参加劳动第二的时阵，你牺牲咱农业甲渔业咧，哦啊你今仔日你当时你参加劳动第二时阵，你28%时阵，迄当阵啊有铁船，哦啊有大组围网啥，哦啊都有一挂导游的迄落啊，这导游都已经拢渡劫啊咧，拢无即导游的问题啊咧，啊即、這个钱你是毋是会上倒来回馈给阮遮渔民？哦，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咱这油保的问题，哦，我再来就是讲哦，这个渔业哦，唔是讲要做拢只看外路啦。照你是，你一定爱去想一个政策出来，啊来引诱着咱这年轻人哦，来抓鱼啊，哦，这个你爱培养咱本国的人来抓鱼啊，嘛对，袂使就看请外路啊。哦，你今仔日尤其是船啊吼，船啊现主持目前吼，拢旧船啦，啊，有当时也会发生危险，是毋是？你有一个政策补助，哦，我你这旧船，我来收购，偌济钱，我来收购起，我鼓励你订新船，哦，啊订一只较舒适的船啊出来，哦，即个外路也好，本路也好，伫船啊订。啊，大带落较舒服，哦，较现代化的即个渔船出来，哦，啊，你补助嘛，我是要补助，像大陆补助三分之3000万，补助1000万，哦，啊，做低利贷款，你有迄个诱因，人嘛才会投入即个渔业，哦，啊，所以讲培养本国的渔工，我是感觉讲刻不容，一定爱吼，爱赶紧来做，啊，袂使丢靠外路啦，吼、哦，你外路的，但即人也会使，你讲。咱若船啊无船员，讲请外劳也快紧。但是如果也无船长的时阵哦，船啊一只一直无去啦。啊，若无去的时阵，渔业就开始断层啊。哦，啊，所以讲我是这是真最大的隐忧啦吼。伫只哦恳求吼，啊，咱立委甲司长看下啊。以上哦，我是希望听讲咱遮大家，咱遮有一挂咱的渔业团体理事长拢伫遮吼，啊，请大家。诶，心声啦，吼，谢谢。好，谢谢哈。我直接吼征求大家意见，恁是拄啊讲的，即要先来说明，还是讲等下规个拢讲煞，做位来讲？拢会使哩哈。副议长这边，你有啥物意见无？朱主席哈，各位长官。啊，各位咱渔民朋友吼，我是讲安尼啦吼，我讲较直接啦，啊，免阁怪阮某只啦吼。啊，今仔咱只写个真清楚嘛，照顾渔民嘛吼，啊，渔民的福利、跟渔业发展的这个座谈会。啊，其实我过去我做鱼啊，从我开始十几岁来抓鱼啊，到今年呢，无离开这渔业啦。所以我对渔业嘛是非常用心甲投入。哦，啊，这我相信咱南部人家，大家多多细细拢真清楚。我想今仔渔业演变到这个程度吼，其实啊，跟那整个社会
啊，甲全世界渔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背景吼，甲环境啊，会改变。啊，但是就是要去符合这个环境。但是我是刚刚讲，对符合这个环境的进程啊，应该是要有理性的，要有合理的方式，哦，去制定咱新的法令。啊，即摆唔是啦，即摆恁渔业署甲农委会吼，拢一寡遐官员哦，啊，一知半解啦。啊，读册拄出来啦，啊，拄啊打考试捌的啦，啊，讲啊歹听啊，逐项也毋知啊，也法令啥咧乱定啦。啊，咱要定一个法令，是毋是咱希望讲，第一个要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量，第二要为着咱的这个业者，甲从事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啊，因本身会当接受，我都承受，而这个状况之下，要来做深入的研究。安遮来定定这个法令，啊，你即摆毋是啦，嘛有用偷的，嘛有用骗的啦，对无？哦，你敢像蜗牛的要定蜗牛的迄款迄个三法的时，哦，恁结果派人来遮骗，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迄吼，即啊恁当都安尼有通过安好啦，都咱遮说明安尼通过好啊啦，啊，即袂一名啦，你免乱了啦，免啦免，啊，结果呢？结果一个多一个偌，两百几万、三百外万，恁还嘛要共法？啊，即恁是毋是甲遮渔民骗？偷鸡摸狗嘞，这种嘞，这种有什么官员？所以讲，我希望讲，这个讲的真歹听啦，倒不如咱大家坐下来，真正怎么样去面对？哦，你想今仔日啦，老板话，迄款偷走的诶外劳，拢走去倒？你老板去抓？咱无政府吗？咱无司法单位吗？谁老板去抓？有啦，第三日几啊万个啦。有在听无？结果今仔日呐，害死咱国人的部分，你有在去听无？冇去听嘛，对无？所以讲今仔日啦，你啊看讲今仔定这劳基法，把这少数的这一挂外劳，啊，咱一定啊实施这劳基法，对无？你啊，我叫阮八点钟啊，伊啊抓到一盘是法庭，我帮阿弟转伊啊，明仔载伊再过来，敢袂使？伊啊抓转来。叫你弄这样遐讲，唔好到今仔落到这，靠话袂使去做啊！哎呀，伊要甲肛门甲放好，亲戚的伊要甲放好喏。像类似的这一个方面，我们应该要很合理的哦，大家共同去探讨。我阿咱来甲定，啊业者嘛接受，啊咱政府嘛接受，各界拢会当接受，啊定迄个合理的范围迄个发出来。啊，我想我伫遮第一点，我要要求就是讲，希望讲今仔日第八年若确实有法度。你讲啊，歹听啊！你我委员了，内底我敢讲啦，全部无拍啦，捌渔业的代志啦，全市拢唔捌的啦。反正无吼，哦对吧？啊，所以讲你着真害，咱渔业着变弱势团体。啊，所以讲咱来要甲透过啊，因这立法委员都唔肯。啊，所以讲像这个情形，是不是无咱会当甲刷过来讲，农委会去评价来管理？不受到劳基法的限制，哦，由农委会去评价来来管理，哦，用一个行政的办法，哦，像讲今仔日啦，我伫遮特别要求啦，我也希望讲，是毋是会当用咱即满准时的境外移工，哦，咱今仔即满同款，拢用境外移工的方式来解雇用，啊，总共全国嘛，只偌济人，万几个人尔嘛，哦，这个也不。影响我们整个台湾的整个架构嘛，哦，啊，所以讲是不是去遐看会当，哦，用这款的近海的部分嘛，同款，甲境外的方式，安尼咱嘛袂去刺激着讲这个啊土沟的问题啦，另外你这边的问题，哦，也不会去影响它，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哦，我希望今仔日恁这张啊，恁这张爱确确实实爱落实啦。咱今仔日要定什么法？吼、哦，我是希望讲会当真真正正落实来到阮基层的这些渔民，啊，包括业者，吼、哦，啊，包括经营者，吼、哦，啊，包括咱行政单位，吼、哦，啊，甲渔业单位，会当大家坐落来，好好来沟通。你来讲一尾鲨鱼啦，30多年前我伫偷完鱼的时，我伫纽西兰到澳洲边仔偷的时，对吧？啊，结果是。一尾鲨鱼，阮较早鲨鱼死了挂起来，啊，鲨鱼身就甲弹落。啊，你到30多年后啊，
一尾鲨鱼，或者讲头用到尾，咱拢家己用啊，对无？恁即慢慢都安尼，就一尾鲨鱼，我袂使只咧甲挂起，我著爱甲粉丝绑掉，著爱甲绑到迄尾鲨鱼才变，全部人来安尼。哦，所以讲我是讲，今日烈士要顶这个法进程，希望能够跟基层啊，深入的、用心的、真正的去交流、去沟通，啊，把它定出一个啊非常可以执行的一个法令哦，哦来执行。哦，啊，佫最后一项啦吼，我是讲。尊员啦，咱无一定爱全部拢爱用去外头啦，爱好好培养咱台湾的年轻一代的船员啦。哦，阮较早，阮较早咧用尊员是，比如我啊，我要来坐船啦，啊，我就是刚买啊办一个临时卡片，吼，啊去甲伊迄个啥安全调查吼，去甲安全调查来了是讲啊，这个人无问题，安就互伊上船，啊，看伊出去是要吐，还是要安怎？啊，会适应无？啊，未适应，转来，迄张就甲收转来。哦，啊，来适应，啊，就正式我甲伊发尊员证互你。啊，你即摆毋是，你即摆甲颠倒头先。我着你来，我先找船哦，你坐，啊，若找无船嘛，无当训练。哦，啊，无人推荐嘛，无人甲训练。啊，大家拢无爱训练。我要入去这个门，啊，你着一个门拢按按掉掉，我是要入去内底啦，对无？你无先我去外海先去试看，我去遐吐看，吐到我就是讲啊，我好，我决定要来讨爱，哦。啊，我尊员证正式给我，哦，你们先看是用什么办法，两个阶段式的也可以，哦，这是一个方式，哦，像阮较早安尼，尽量许新的尊员拢互伊来训练，哦，啊，互伊参与，哦，啊，来三轮就留落来，那准二十个有无？我嘛还佫留五个六个，对不对？啊，你这拢无维持啊，啊，无维持，你根本就无机会人，啥讲你拖会下袂啊？即马尊员证办办千外万张，对无？啊，结果也无一个要去你啊，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我嘛顶日啊，捌伫遮，哦，我顶届担任副议长，我嘛特别要求所有水产业，哦，来甲咱配合，啊嘛要求阮劳工处，或者有劳工处，啊来全力配合，啊下下嘛拢同意，咱才会当来做一个固定的，哦，看一年要几期，诶，这个中原训练班，哦，卖讲互阮遮遮来一个要倒，啊，就爱去甲高雄，啊去甲安怎？哦，啊，安怎啊？但是啊，佫无大训练，啊，一排阮遮同事捌排过几啊百个，我看这样都不对啦。哦，你啊看现主席迄个厚道了吼，迄李彦章啊，因囝大学毕业，啊，姓苏啦，姓苏，佫伫六上诶做主管，一个月领八万外，哇，即马倒来遮。也拖来拖偌久，拖半年尔，即摆做船长，即摆建八公里免做哩，我来得，咱家己处理哩啊。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什么样去把它栽培？哦，咱会当希望讲栽培一寡真真正正台湾的船员，甲台湾的干部啦。啊，若要讲目前安尼哦，万里嘛免啥管着啦，连面都无半下啦，连面船也无人打退啊。伊拄仔讲个问题，甲知影讲个拢差不多啦。训练就无用，较济，我会请阮同事说明吼。其实改进足济啊，规人嘛会使训练，而且咱移民个主力啊，是讲议会这边来推荐个吼，拢优先嘛。即其实拢改足济啊吼。因为委员关兴定吼，是毋是委员要伫规定，甲大家迄个一个啊，有一个部分我拄仔拜托委员吼，阮甲迄个港务局即个部分拄仔咧讲土地保养即个问题吼，我拜托委员再用跨部门请伊来到。我伫离开之前，我甲大家报告吼，啊，即个大家真关心个。甲中央跨部会部分哦，即嘛是也未专案小组，但是跨部会部分，并且我也当然先来做这工课哦。所以有关那个我们土地的保养吼，这部分我请海港局、甲国产署、渔业署、甲苏澳区议会呢，来做一些了解吼。啊，第二点就是讲啊，渔民的这个要了解代志足济啦吼，啊，无了解代志偌济哦，像我当坐车吼，其实因拢有一个包括。啊，头先讲尊员的训练啦，吼，啊，是讲各种的这个法律的松绑，啊，是各种咱的补助设施，咱大陆是真了解吼，所以讲咱这个会真需要吼，都来讲吼，是甚至我建议讲，头先做简报应该简报一份给大家，哦，安尼较具体，我听听有无唔知啊，大家有凭有据，就是安尼做，哦，一份给大家，哦，即个政府就是安尼做吼，我想这個。书面资料应该提供哈，最后我会请我的特助吼留遮继续听，因为我有重要的一个行程要行哦。啊，多谢咱理事长吼，伊足用心的啦，每一届开会到做伙吼，我他讲三分钟，伊他讲十分钟啦吼。哦，啊，伊就是足急迫的要用咱的问题解决啦吼，所以我想
咱大家共同来拍拼吼。啊，小弟多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补贴哈，有的事情。以前那个有的油，因为怕被人家盗用油哈，所以他参与那个黑泥，黑色的黑泥，他参与黑泥是30 ppm， 那黑泥掺在里底，这对阮渔民的车是不公平的。因为阮用真正饲料是补贴政府同款介绍单价同款遐钱去甲你买。只是政府补助我，啊，结果中油染黑泥落去，同款算油伫内底。以前是因为怕盗用油，所以他参加了黑泥，叫做30 ppm。现在已经没有盗油的问题，已经 VDR 已经装上去了，你无需要去过去控制遐，啊，油质咧咁特别关心。所以黑泥的部分应该减少，甚至袂使染。我告你了解是无？你害阮这人的引进垃圾害了了，中油伊讲。我们已经透过很多去讲，他说这个是以前的中央定的法规，一定要渔船用油来掺黑泥啊，好安尼哦，这你希望这会当随时解决，啊你咱的油的品质当然就较好，你才袂去走油，因为即摆袂走油啊，我家拢走了不低啊，你去带开话钱就袂使吼，这个代志再拜托者，好，好，谢谢。好，谢谢哈。迄、那个青龙潭迄个部分行政嘛，有咧关心啦吼。要安怎甲迄个时间会当缩短吼？这边诶，行政伊也嘛咧关心啊。大家已经讨论过吼，后壁阁继续来努力。拄仔讲一寡问题吼，包括鱼港这个部分吼，拄仔总干事处理吼。我有和阮董事讨论吼，我们就来规划嘛吼。看刚刚讲的那个解决完取值迄个部分，都来规划吼。嘿，对，拄仔咧讲吼，这个部分属于港区的部分，阮的业务。咱今年就来规划嘛，我们今年就来规划。嘿，看时间。有规划啊。好。对啦，啊，阮等下搁看卖啊。会当，哎，有当时爱先规划啦，因为你即摆工程位直接还袂规划进程吼，可能咱规划先来讨论一下吼，这部分。啊，另外拄仔有咧讲到迄个，包括休渔啦吼，包括 VMSJ。那包括有一些政策的部分哦，是不是我们各组的今天组长都有来哈？是远洋开始还是要与那个企划开始？主持人，各位来宾啊，各位委员哈，各位大家，孟公安哈，有关拄仔有讲过哈，有关港的部分啦哈，啊因为迄、那个。先讲咱第三鱼港吼，要处置的问题吼，啊，其实阮已经有请迄、那个像工程诶，顾问公司吼，先去看过吼，啊，但因为迄都爱经过设计吼，啊，设计了后才工程，啊，所以讲这时间吼，所以我爱有遮时间，啊，阮嘛甲迄个甲咱管政府遮嘛有做一个迄个什么调查，看是讲今年吼，我会当做设计，啊，那我到今年我做设计，从哪里开始啊？哪里做开始设计？啊，设计了后才工程，我想这部分阮诶。诶，是讲后续哦，阮会甲迄个管政府这边弄出来，调好一下，好一下。第一点就讲咱所存的部分吼，因为所存的部分，阮过去阮有甲迄个管政府海洋所遮吼，阮有拜托先叫因讲哦，港内所有所在先看有个浅的水深，啊，结果即个水深来讲是应该是还不够，所以迄水深不够。但是说我观念，阮咱实际上吼，可能迄个咱叫做。咱总干事也是讲，讲你们这边吼，可能其他是讲，可能是另一个所在是较无够的所在。啊，这部分哦，阮会当是讲马上会当处理，然后真正有需要吼，阮今年哦，我会当做设计，还讲明马年做设计，马上会当做这个收租的工作。哦，这部分大概还有多诶，还有做这边嘛，阮来过来，来兼顾嘛，要过来用嘿。第二讲是，嘿，关键嘿，因为第二讲，阮慢慢已经负面咧，要改善，那改善了，种收成的部分也是有需要，阮马上过来来用安尼。这边有需要马上做嘛，哈，啊，该规划就赶快规划，然后该做就刚刚包括那个截弯取直这个部分嘛，哈，这一个。那再来是那个远洋组这边嘛，哈。外面是请我们监控中心主任王茂成来说。这里署长啊在做，请叶先生哈，谈到李署长讲到讲。
啊，阮渔业监控中心啊，因为咱 VMS 呐断讯，啊，就会敲电话啊，甲大家交叉啦吼。啊，我想举一两个啊实例，互大家知影讲，阮监控中心即马就是你监控恁的准位啦。其实，咱监控中心即马，你针对咱船啊失联，其实提供真多的讯息，互咱在座遮渔民朋友。我咱卖暂时卖先讲咱晋阳台最近发生的啦。我先讲这只，去年十月，伫日本这个冲之岭外口遐并起。这只并起的时阵，因为应大泵这个撑挂开气入水，怎啊起几平 ？VMS 加 SSB 加所有的通信设备拢海气进水未通，一炮也无发射。啊，结果是安怎？结果因为阮监控中心，你看这只船位奇怪，一天无开始回报船位啊。阮的标准的作业流程就是讲，你若断讯去，我就开始爱了解你为什么信号会无去。阮去敲电话给船长，哎，未通；敲给船主嘛未通。啊，未安怎？后来阮就开始紧张，我讲这只奇怪，连续哪会两三天信号拢无去？这只船啊！VMS 信号无去了，一波无发射，这而且嘛是怎要甲大家提醒，就是这个船长嘛真天才，甲这个一波下收到船长室的船景内面，这只船啊起几平，迄、那个一波无发射，后来是安怎？船长也阁好加载，会记你讲一波下伫对，伊怎拜托伊的鱼竿落去面水，甲一波怎救出来，吹出来了，鱼类。第三天伊咧迷水，迷三天才找到这个船位啊！啊，所以这只船位一破二落了，阮随通报日本，啊，甲这人救起来，大家发现着讲，一架日本的飞机飞来，甲发现讲这只船啊，并起八个人徛到这个船边等救援，啊，这有危险无？啊，所以大家卖想着讲咱即马咱监控中心咧敲电话，你甲大家调查，其实毋是安尼啦吼。其实即马提供咱监控中心，咱咧做这个代志，真正咱对咱的船仔的作业安全帮助真大啦吼。今仔来讲咱这只上新的这只晋阳台，咱晋阳台咱所有这只船仔十八号开始断讯，阮监控中心同款依照阮的作业流程来通知这个船主，船长已经拢未通啊，船主甲通知了，船主嘛发现讲奇怪。啊！这只船啊，为什么信号会无去？连续三天，这个船主后来才发现，就讲：哎，我这只船啊，卫星电话也未通 ，SSB 也未通，全正式通过阮渔业署讲：哎，这只失联一定出状况。阮就开始启动所有的搜救的流程，通知国搜中心，通知美国、日本，拜托紧甲咱搜救。是安尼，咱才知影讲这只船啊，美国派飞机去飞。飞了，才发现讲，咱这只船啊，已经濒临这个中途岛西北边的700海里的所在啊！啊，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现主是咱监控中心，大家莫想讲，我咧找大家麻烦啦吼。其实，咱即马船位对咱即马渔船啊意外的搜救，真正足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若敲电话给恁，大家有呾较晚无唔对啦，即我甲大家小歹势一下。但是即摆现主持，真正船啊若断讯，即个部分也是要拜托大家讲，啊，你讲配合阮监控中心一下。啊，即只开始第三天，陈总干事敲给我的时阵，我第一时间收到的是啥物？即只船位，离即个夏威夷的中途岛700海里，美国要救我。无一定会救，即超过伊个搜救的范围啊！阮收到的啥物？阮随电落上边所有的渔船，紧来甲大家倒找这只船。后来好个在咱有三只咱这个所有这个渔船，甲一只东港这个渔船，全第三天以后拢赶到现场来帮咱倒搜救。所以恁的船位若无正常的发布。我今仔日有法度去联络这游船来大家斗搜救哦，无法度啦。啊，所以大家莫想讲这个船位转去，啊，我咧敲电话咧甲大家调查，唔是啦吼。其实即马若讲，我监控中心，我甲大家报告讲，我一年甲去年啊，
咱总共的船啊，1,100、1,000，超40只。去年发生事故，通报阮监控中心的171只。啊，你看这频率偌高。啊，所以拜托大家，这个船为怎啊 ？VMS 唔咪敢装一台就好，要拜托大家爱搁装备品第二台。啊，即马通信费拢已经政府甲你补贴啊，你免烦恼啦吼。啊，若接到我的电话，真正大家较歹势的，真正大家小体谅一下啦吼，小体谅一下。啊，但拄啊，李处长搁讲着讲鲨鱼的部分啦吼，我鲨鱼我是想讲是安尼啦吼，大家拢想着讲这个。咱即马讨海掠鱼安尼讲啦吼，咱掠的鱼啊是要卖予消费者，是要出口去市场国。如果消费者市场国若唔接受的时阵，是要安怎？过去咱掠鲨鱼，就差不多像林议员讲的讲，咱过去掠鲨鱼就是鲨鱼是咱挂国外肉身蛋条，但是这伫国际上对咱的形象足歹啦吼。人请咱掠鲨鱼全世界第四大的，较早人咧指责咱就是安尼，拢挂鲨鱼是咱肉身蛋条。啊，大家想看卖，今仔日即卖的消费者敢交较早30年前敢有共款？无共款啦吼。大家有想到讲，咱即卖咧掠鲨鱼这件代志，如果掠掠的消费者若甲咱抵制，无要买的时阵，啊，咱掠掠的要安怎？啊，所以过去咱去用指责讲挂刷伊是啦，吼、哦、啊，这个肉身蛋掉，这对咱的形象作歹。后来咱唔只去定一套讲刷伊是啦，爱绑到肉身顶管。啊，这套要安怎？这套定了啦吼。真、哦、侪保育团体来挑战我鱼业施工，为什么恁还搁咧放任恁的这个船啊，还搁咧掠刷伊？我讲歹势，阮即马掠刷伊，只要国际上。那是列做保育类的，啊，歹势，阮拢无掠豆腐鲨啦、乌鲨、花鲨，即阮无咧掠。阮咧掠鲨鱼，即马拢全鱼利用，胃头食到尾，吼、哦、肉身啊、黏肚，甲即个鲨鱼啦，阮拢做伙利用。所以，咱即马，阮会当甲只保育团体真大声甲讲，阮今仔日阮渔业，阮只产业界掠的鲨鱼，拢是阮渔业署伫一套管理规范之下。合法生产出，所以你袂使阁讲我像较早讲啥物挂鲨鱼是啦安尼啦吼。啊，所以针对头拄啊讲到鲨鱼这个，我嘛爱拜托大家讲，现此时怎啊消费者已经拢咧抵制讲卖食鲨鱼是啦。啊，咱敢有可能阁行回头路讲啊，咱甲这个法规来放宽，大家唔通有这个想法啦吼。我是拜托大家讲，现此时怎啊国际消费市场消费者交较早拢无同啊。哦，大家即个保育观念一直咧提升啊，吼、哦，所以爱拜托大家讲，啊，鲨鱼是咧绑到肉身即、這个，过去咱推动了，后来所有真侪较特殊的需求，恁的水产的部分，啊，即、這个鲨鱼是咧会使另外下，我拢已经做一寡调整甲放宽啊，所以卖阁去想讲啊，鲨鱼是咧即个管理措施要阁放宽啊，吼、哦，以上我针对阮管理的两个部分吼，啊，做完的回答，谢谢。司长哦，啊，王副组长哦，今仔日我拄仔来你讲的，唔是讲啊做 VNS 的，一破还一破 ，VNS 还 VNS， 一破，我今仔日我是无限次海域，我是分20几工呢，我知影讲这个迄落话咧，我做二级的船长咧，我要怎唔知影？这个是问题，我先来讲啊，做你这监控中心监控落去了后，我内底做来去看的时阵。我的数字拢才有出来，啊！你只要要叫我做补遐个位置出来，我只是你讲这个空间安尼无好，我唔是你来讲敷衍的事无无，这个唔了。我是讲啊，做吼，你都唔免都叫我做补嘛，因为你监控中心内底遐个所有拢已经拢出来，是安怎样爱都叫我做补遐个位置出来。啊！你一点钟哦，你讲4点钟啊，4点钟准啊才走话话。啊！伊敢像你画车吼，嘛是塞车啊啥？拆掉掉，啊！拆掉掉的时阵，这个无出来，都来，这足侪拢出来嘞。哦，啊，这你也要做叫人做补，我是感觉讲这个爱人爱体谅一下，因为监控中心你都目睭了，你看这阵你走伊都掠着你啊吼，这是你一点，你只我爱来你声明是这个。我知李处长，如果是为车拆车，哦，比如讲本来1点钟拢爱一个尊位，伊伫第6点钟，六个尊位拢送出来。
其实阮这阮袂叫你补哦，这阮袂叫你补。阮即马讲的是讲，啊，你着真正即个信号断去，拢无准位，因为咱即马伫中西太平洋作业，这是因即个国际组织咧管理的。你每一个船，是啦，是啦。啊，王组长没关系啦，吼，因为那系统的问题吼，绝对袂叫大家迄、那、落、個。后摆伊若阁叫你迄、那、落、個，你再找我啦，吼，你再找我。吼，这我相信阮龙组六应该就是针对拄下咧讲的。可是即个两只船啊吼，人嘛有人问阮讲。哎，伊本来拢无看信号，其实若有伊报计足紧的，奇怪无伊报，阮嘛咧检讨讲，伫个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提醒讲船六伫船顶吼，爱安怎爱做什么款的处理，我表示完全找无你知啊，啊所以那系统的问题绝对都袂讲过来要求大家迄落吼，我相信阮做会到，好，我相信阮做会到。好，拄仔有去讲到迄个收益的部分吼，是毋是是组长再来说明？大家好吼，我关于头啊，蔡理事长吼，昨天就讲迄啊收益补贴吼，那是安怎吼，就爱再讲，就爱有120天吼。我只要先把当初的研究，我先把那个说明一下。实在收益补贴是民国92年那时候就是刚刚所讲的嘛，因为用油补贴从28%降为14%哦，啊节省了14%的。一级哈，急转就做所谓的这个所谓预设补贴，也就是说刚刚讲这修理，它是预设补贴。那当时哈，迄阵啊，你在港天是起来80天哦，一开始定的是80天，啊后来哈，就搞到去年哈，迄阵啊，起来把它降为哈90天，啊不过降了以后，迄阵啊，我们受到检察院的哦那个要求，我们检讨，伊讲啊，恁是要修理哦，啊修理啊怎么会？在港的天数这么少、哦啊、另外监察院也冇讲，伊讲当时为什么要修鱼，就是讲因为我们把用油补贴为28%降为14%、哦、所以国内咱大家存完它就是贵的，它就是贵，你用油就用较少，啊用油用较少、哦啊、所以你的、哦、那个所需要的哦。负担的加重14%的补贴款就比较少了，那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监察院的一个哦叫我们检讨，所以后来我们才又把它调为哦100%哦，就是提高为到120天哦哦，那我想、欸、这是一个标准呐、啊、哦啊，如果说今天哦那个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未来哦这个。再检讨一下哈，包括那个延伸钓，都在延伸钓，可能冇不敢管的一条。所以监察院虽然安尼讲，不一定了解实际情形，咱听听有道理，咱该清楚就要清楚哈。来，那个李处长。好、啊，延伸协会总干事林金川，咱的 VMS 这个系统，这个频道每一条船都有。我是希望我们渔业署在这个频道里面，它既然可以有渔获回报系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想办法把它加入？比如说，我可以用 email， 我可以用 line， 一样加在这个频道，那我们渔民就可以省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有空闲，因为我们每一个小时才播报一次嘛，啊，其他的时间。如果我们要跟家人联络，因为我们远洋渔船了，一出去4个月到6个月了，啊，我们接受到的信息也相当的有限。你看，一年有10个月、11个月在海上，所以我们这个渔民在接受陆地上的信息太少太少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怪我渔民不遵守规矩。其实他在外面，他都没有接受到这些信息。这个社会在改变，他在外面就是6个月，他不知道要改变什么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频道 VMS 的频道里面，我们可以想办法。我们台湾是 IC 世界上是前三名的啦，因为你如果把它加上利用这个频道，我们可以用在 LINE， 我们可以用在 email。你看远洋渔船就可以用在 email。那我们台湾的这些渔船都可以利用这个的频道的信息，我们可以跟家人有时候心情好，我可以跟家人聊聊天，
哦，这个对，或是说有重要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在发布，不用说我什么事情就要打卫星电话，卫星电话一分钟都几块美金的。哦，我是说，如果说我们渔业署既然可以用 eLogbook 在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装这个设备在里面，那给我们营有很多疏解压力的情绪的种种方面，或是信息的交流，我们可以很好利用这个频道。好，谢谢。总干事这样呢啦吼，系统我们来研究看看，如果有那做一搞这无问题啦吼，那做一搞这都无问题，这都确实都免搁重复啦吼，做一搞绝对无问题啊。然后这里到来过来，苏进瑞的理事长。在我今日感觉吼，今日哦，那个业主实在是真有这个诚意，要来解决代志。电管写啊写啊真清楚，照顾渔民。啊，这位是照顾渔民，就是要照顾政主。哦，我这分得清楚咧。哦，像守，我用守义来讲就好啦。哦，守义，你也拢政主你领的咧。啊，尊员咧，像阮这尊员咧，一年三个月，像你讲百二工来四个月咧。阮迄份四个月外头也是月金照领咧。啊，阮咧，阮来去倒开的。所以讲哦。你照顾渔民，那这渔民无出港，这个四季话爱办补贴的，唔才对。哦，莫常常讲补，要收伊就照顾尊主，尊主就你好业，搁斗好业。啊，我你四季话无出港，这我咧爱开一半咧。我这分红的是爱开一半咧。所以讲这个点哦，业主哦，你要去考虑者，你要思考者，哦。多谢李司长啦吼，啊我开始出去莫玩鸡呢吼，开始出去莫玩鸡。好，来请。我是讲说，针对拄则李首长甲议员伫讲一即个鼓励咱少年的转来投下吼。我即摆是讲说吼，伊若是讲要鼓励咱少年转来投下，你像新金华迄只船啊，进前叫烧去啊。伊即摆佫创一只要开700,000,000啦。咱。对啊，啊，佫无出港就啊，因囝嘛是即摆才要落来讨啦。啊，你要鼓励少年落来，你毋创一个低利贷款，啊，就奖励青少年来落来。咱总干事哦，毛正个毛正康掌控着咱宜川这少年的名册，我之前我有甲提供这意见。你就唔爱讲啥，比如讲我啦，即摆我囝大家宿舍叫拄正来讲啦，都来讨爱。啊，我已经讨，我这阵啊已经20年，唔爱讲换眼镜，唔爱讲换新的啊。啊！我一直甲总干事提个问看，讲做咱许是有啥物低利贷款换换新车？伊讲说这真麻烦，啥麻烦啊？是讲我会当，我是甲伊建议讲，因为阮南埔啊，即摆已经渐渐有少年来转来拖的，已经真济啊。伊若要增加设备啦，是要换眼镜，还是啥物爱共补助啊？是要低利贷款有啥物办法，互阮迄落安，毋则会有法度人永续发展落去？啊，人我照我所在，人迄个华人，换新的换眼镜，有人因毋知管政府啥物，我听讲都有补助，对哇。即点我想哦，你既然搁要注重这永续发展、青年回乡就业时，我想讲会当哦，对哦哟。想我是会当讲提出一套办法出来鼓励少年啊呢。我完全赞成吼。真是，以前的部门等下透露一，阮等下透露一个，看目前偌济，咱想办法来争取吼，想办法来争取，因为甲要去讨海，想要上船吼，鼓励措施一定爱来做，啊，所以拄下讲的低利贷款这个部门，咱等下咱很研究，啊，包括拄下咧讲迄个，那个 VMS 结合来这吼，阮差不多，互阮研究一个，差不多一个月之内，阮一定甲这研究的结果，会使哩袂使，讲互清楚安尼，好无？好，啊，拄下我看有搁有迄、那、落、個。等一下一起。我是进来一位吼，理事长，林来花，啊，我过去拄好听到讲吼，出去讲你，迄落迄个那个外头吼，如果进行这多计划，8点钟规定，我来今日讲一句话，今日就是业主哦，农委来规定这多计划8点钟哦，今日座谈会提讲，无用计划站的，因为多计划8点钟哦，海底个路上哦，无法度配合。
因为说你顶你坐你办公桌，你无了解海底什么代志，安尼做有㖏，对无？啊，你坐坐了出一支头脑，出一支头脑，出一支随你讲。阮海底安怎做你唔知？因为没脑没脑海，只想只是哎，有遐侪所有眼神了都是侪个，哎哎，起落爱是十点钟㖏，啊你叫做八点钟，啊出来放海底袂？对无？恁拢无了解，恁敢会晓是死㖏？对无？啊你讲惊外路，恁企业主你嘛无一个创一个设施讲啦。好外路有一个道路，你我即摆外路都走什么情形，你嘛所了解，非常非常严重。今日外路走去，你来输我移民，你甲规定六个月，即摆改三个月，迄我吼，迄拢未无，迄拢未好势啦。你甲改三个月，伊准来别个爱别个三个月咧，搁等外路是袂咧？啊，问迄三个月，我拢卖走去。迄是三个月，你上重要时间哦，都上大月时阵，你甲禁起来，今年大龙你也去啊，对。企业主，你要做代志，你咪先了解者。你家坐咧办公室，国际来甲你规定，哦，你话我，你来处罚我移民，我来移民，对哦。啊，你来甲规定我走去，啊，你海底，你去劳动部，干呐会放一块遐皮带来，哦，来给我这船主看，看哦，你安那对外头爱安那实施，安那爱照顾，这拢你免烦恼。我对外头吼，会使讲比对家己家好较好。伊若今后再加再做，甚至我叫红利，我马上再传互伊。我嘛拢愿意予伊，外头伊有诶心内心伊无伫台湾诶，伊只卖就是吼想讲办法要逃走咧。即我拢已经拄着，海底嘛甲我罢工嘛有啦。我问业主了，海底甲我罢工，你变安尼做做咩哦？叫伊落落，伊顺便要落滚落去，唔起来。啊，即真个变讲，我想要对伊好，我嘛安利予伊啊，嘛有薪水予伊啊，伊无欢喜来罢工。等下我甲死掉，结果走伊，结果都走伊，啊你变啊咯，啊，啊你国人规定我来半年内才阁申请，半年我们拢去保险保半年，所以这个情况你袂使有这个，你安尼想安尼就会安尼，你来考虑我，你今仔做摊位，你为永续发展，你今仔是我是要永续发展，对啊，你安尼想伊就想，你无替我移民，是我移民到底这个甲规定三个月，啊三个月是不是真严？你唔着爱去了解讲，即个如果外劳外籍外移工外劳做走去，啊，你若可能调查，可能较想要合做走去，你唔爱后是马上来补存完。你未使甲规定我三个月啊，啊三个月唔要阁拔三个月啊。对，你拢无，你拢今仔也是妄想的尔，也无想讲替阮移民，讲你今仔要做啥货？哦，这个问题已经讲真侪摆去啊。啊，这真我家本人，我本身拢有反映过啊。还得罢工啦，叫袂叮当，叫做单起来做西啦，对无？啊，每个这方面，这你安怎说？安怎话？再要讲今仔咱若讲台湾人啊，你做工啊，头家讲一句你毋得，马上免来，是毋是安尼？啊，你外头毋是的，好用真好用啦，皮个真皮啦。你山顶啊，你都无用，较过外头你都无了解啊，对无？啊，你今仔是业主要规定代志。你爱往哪去想者？你使讲哦，我今仔要家规定安尼袂使，啊！你今仔做单位这个是今仔开会是今日开的啦，对哦。你要叫伊遐渔民咧用四五层，就写外头稳定哦。好，谢谢哈，谢谢。你讲问题较侪，伊落吼，那个我会请阮同事来改迄个84条之一这个部分，佮说明一下。啊，有一挂较简单嘞，因为遮伫讲了，伊嘛讲这个问题。到尾啊，大家讨论了讲，最近都有一挂较简便的方法嘞，改善的方法，啊嘛要甲大家报告吼。劳基法毋是企业所主管的法规啦，吼，所以阮有当时啊嘛是劳动部这边的规定，啊，政府是一提，阮嘛真歹讲，我即下袂使甲你讲迄拢因兜的代志啦，就是有问题爱解决咱渔业的特性吼，阮一定徛伫咱渔民这边，吼，徛伫渔民这边，爱安那来沟通，所以你说明一下，啊，若无了解的所在，我拄仔咧甲康处长讲吼，即有当时啊毋是干那中央的法规，包括地方执行的嘛拢爱大家做伙来讨论。所以针对渔工这个部分吼，就像刚刚讲的，我听了嘛就有道理吼。有需要咱做伙来讨论，啊该安那做，执行面吼，搁较符合现状吼，这咱应该来检讨。先说明一下。那我主要说明的，讲咱起码境内雇用的嘛吼，咱是用劳基法嘛吼，啊这一是劳动部他主管的。那因为这笔劳基法吼，伊当初咧定的是参照陆上的港澳的这个。哦，那个相关规范的定诶，所以
参加海上的完全拢不适合，所以这个问题吼，阮几几年来吼，阮拢吼参各个渔业团体吼，咱讨论了，我们有跟劳动部建议讲，6.84条之一等于讲，他针对你们的公司、你们的加班、你们的休例假有一个哦例外的规定，等于讲可以不用依照劳动法的规定。由你们跟义工互相约定，然后送到那个县市政府的劳工局，他只要核定以后，你们就可以这样实施。啊，这个已经公告了，啊、所以我想现在我们都有在做跟劳动部做宣导。啊，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基金会，他也我们也请他到各个下乡跟各个议会。跟你们做做一个说明哦，那希望说在这一段期间哦，打给工哦，更包括跟我们的外籍移工，您如果有订这个约定书的时候哦，你们就可以符合你们目前作业的这个需要哦。我想这个我先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我建议这样了哈，基金会这边哈，再排个时间来咱首尔哈。实际上，大家面对面，什么款的问题吼？我嘛请管务这边吼，农业处跟那个劳工处吼，做回来一条吼，做回来大家面对面这个问题吼，看伫什么上执行吼，什么问题，卖讲干那看法规啦吼，这个影响爱做会到，这个部分面对面来讲，安尼好无？好，面对面来讲，哦。结果佫补充就是，然后因哈，讲到我来讲个重点就是讲，今嘛主要讲脱逃啦，是来今嘛以就业服务法吼。脱逃哦，伊讲在6个月哦，6个月了才能够重新雇用嘛吼。啊，这个哦议题哦，我们也都是跟劳动部跟他建议哦，是不是能够比照目前的所谓抗复工的这种方式改为3个月哦？可是我们都是建议，包括还有哦那个有移民跟总统哦建议完以后，我们要转过去，他还是坚持要6个月，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再跟劳动部。再跟他协商，看能不能把雇用的在籍雇用的时间能够再收入。啊，咱拄啊，李署长讲的，迄休渔敢那拢好，迄啰啊有人提无着，李署长咧讲这個。这个我们再来检讨，好不好？因为当时在制定的时候，那时候只是针对用油补贴嘛，因为他调降了，为了。减少你们因为调降以后你们要多付的钱，如果你们少出去的时候你们付的经费就比较少啊。那时候主要是针对准助啦啊。至于说船员的部分那当然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再来思考说对于你们的影响哦。船员如果外籍因为我前期呢。我讲你都影响是影响阮船员，是影响真济咧。我4个甲随到咧吼，你也是看，即马搁宣布咧，明年1月要搁调整甲23,800咧。吼，啊，就按恁资金，就按恁资金的是，我若欠一个，就政府就反收1,900。啊，即无找透过无代金，即照收，即敢袂使甲免除咯？已经咱欠几十年的，政府敢收20,000,000去啊咧？一个抽签，天价好比交通局较厉害咧。我没有抽奖，我完全没有办法。哇，就100号抽10号你抽去，抽到我阮遮冻袂掉咧。遗传的那个。这救援基金会使免除无？救援基金的。救援基金。对啦，这块咱免除者。这会。哎呦，这应该。这拢跟劳动部的法规的迄落吼，这个我拄仔咧讲的，包括这。劳基法这个部分，这回讲嘛吼，这回来讲，这回来讲，吼。劳基哦，劳基哦，快，本来这新处长哦，有看有这魄力哦，啊，把这边除掉哦。这正经是，我若做会到，我一定做，但是看那无多，看那嘛无多，啊，无用境外模式入来啊，哦，啊，这都不给，不就两面啊你，对吧？我本身我有一个商户保险啊，医疗保险，你唔管这，哦，我这好事查这伊就拢是了解。应该伫迄个基金会座谈内底嘛，讲足侪相关处，伊咧时阵主管的管理吼，啊嘛有人建议讲是毋是专法啥物，这拢咧研究啦吼。啊，至于讲即马上严，就是直接拄着这
甲迄个就业安定基金相关的劳基法则，就做伙讲嘛吼。啊，拄仔康处长才嘛讲嘛，伊甲劳工处、劳工处甲农业处，啊，即包括基层甲中央做伙了。吼，啊，有啥物不了解的所在，大家使当面过来讲。政府去霸头，要不打讲。啊，这个是就业服务法哦，这个相关的规定。好了，好，这个就是规个来意了。来，唔知够有啥物，唔知够有啥物问题无？就是为什么要办这座谈会？就是坐做伙吼，大家才会使看问题。啊，特别讲，今仔个那协助来啊，管护来，就是足多，又搁有无同款部会，还是讲无同款单位的。我去把问题提出来，咱一步一步来处理。哎，当咱解决了，咱就去处理。我是台湾协会理事长曾林儒。我认为哦，像我们渔业哦，就管的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像我们渔业应该主使单位，就是说，譬如我们对渔委、对渔业署来直接管理。像以我们那个台湾来讲，什么还要卫生执照了，哦。那时候劳动部来管，还要讲习。那以前那卫生执照讲习，在路上公司是要训练一个月才一张。啊，结果现在都来管，所以我们每哨都违规啊。所以那一天有来讲，我认为哈，像他的训练单位也是救生灭火啦，还有什么安全卫生啦。那我们像那个参加这个这个欧盟都有嘛，都。连续重复，所以我认为哦，我们这个实施单位就也许可以建议，比如说来训练一天，全部看临时执照，大家相关就 OK 了。还有我认为一个外劳部分哦，外劳我认为应该哦，比如说有进来六年以后，因为我们都有帮他训练，比如说大车啦，和船长部分，是不是能够换一个临时执照？等所以保险，比如说我们进出港也方便了，我是建议这样，像等于一个船长执照这样，或轮机长执照，差不多五年或者几年以后，因为我们都有训练嘛，像我们法网一进来都可以说都是一坐下来都十二年了，比较多了，不除非他家里有事。好，谢谢。其实那个是主要是苏欧盟的卫生评鉴，卫生评鉴是一夜时办的，不是讲是我们哦那个我们请那个专业的这个顾问公司哦，他到各个地方哦给你们船长做一个训练，那你们取得这个卫生评鉴合格的话，你们的货就可以注销到欧盟哦，这个第一个说明。第二个就是船动部也来管这些呀，是让我参加公司啦。安尼，我讲啦，来啦，这个就是劳动部吼，专属吼，伊来每一只船啊，拢要当作是敢像讲咱顶块板顶的工厂，安尼来捞钱就对了。啊，这个就是讲，今仔日这船啊，船头家也是船长来讲吼，他们的认为是说，我们业主这边是不是？想一套办法，就是那他所要的就是公安执照，那公安执照就是一些劳检要符合他的一些资料，啊，是不是我们业署这边在船长训练或者是船员训练的时候把它加上去，啊，课程由他们的劳检来讲课。那这个讲过好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这一张执照啊。这个我讲，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跟劳动部已经协调过好几次哈，就是今天哈船上哦，他必须要有个品种的这个人员。这样讲哈，因为正在办讲习的单位，我都计划爱办规定，我都一直要办个到，但是咱不是因应规工来讲习啦，哦，讲来讲去就是安尼，所以就是爱个整合开，所以以后署里面自己要先整合。我们如果到渔会的部分，那尽可能整合；那相关部会的部分也尽可能整合。不要因为比如说不同单位来一次，不同某港单位来一届，哦，你都要讲的大概就是整合这个问题啦。对啊，哦，那个
伊这哦，伊这做一个就是啥，做一个出勤记录哦。这个就是讲咱抓鱼啊吼，出港吼，出港去来讲，咱这是没有固定的工作，看到鱼啊靠做做工过。啊，伊这个鱼缸大哦，做工过拢像伫船啊顶。啊，你这个要去取阮这个出勤记录安怎样来讲哦？你迄主管事就是要人找迄个出勤记录，啊，你出勤记录，你若讲今仔日出港开始顺气，啊，若一个月，我也做拢朝出港来讲，我变顶爱三个月啊嘞，煞爱三个月工资互这主管啊嘞，所以讲这安尼唔对啦，咱爱想办法，这个出勤记录吼，我会记你吼，我伫门口来讲吼，咱日本嘛无嘞，啊，大陆嘛无嘞。我是父母转世界嘛，拢是。对啊，你来什么讲爱做出勤记录？咱台湾，咱这个先进的国家嘛，要都对人袂对啊。台湾都比人家先进啊。是啊。组长，组长在这里，我跟组长报告，劳动部现在他们我们前几日讲哦，就是来甲我一百同意上个几日只来辅导说你要写什么出勤记录表。我意思你在跟他讲，出勤记录表袂使用那个。保定的头，迄、那个工厂的管理的迄套来管理渔船啊。渔船啊出港自然都有安检所出去，你就知影当时出去，我就出去啊。啊，你有啥物？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我们有没有 VMS？ 有啊，有没有出港？都你们渔船都通通都知道啊。啊，有啥物？爱给我翻下潜出勤记录表，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无都了解代志。你别讲，恁 VMS 管控中心，你来主任来，我互你，这不要出港，无出港就是无出港啊。啊，有没有超过一百几天，还是怎样的工作时总量的管制工作时的后啊？你都没在搞问题啊！哦，这是几行。第二个，刚才署长特别提到要整合，他现在劳动部讲，恁的训练的这只吼，伊歹上任，歹上任啦。哦，爱去迄个，阮劳动要有一个叫做训练中心有无？啊，前训练中心呀，还职业训练中心，嘿，才要上任啦。哦，你要跟劳动部讲。你的资料，不要讲我们的欧盟输入欧盟有卫生讲习的时候要承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要需要渔民来这边有那个消防训练，你叫消防局来这边训练，我来喷我看就通过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做加油站的时候，装油来办理训练，训练要开始灭火，这训练绝对我一定往那个军官来训练灭火，这是有需要。只要开钱来训练，你有训练，你这。中原有这只，我给你，无后盖袂使出港，这大家绝对，这保障伊的生命安全啦，吼、哦，这一定爱。但是叫消防局来管这渔员办足侪届啊，你叫消防局来甲阮办，甲阮训练，外头啊来训练，阮就这只甲发给伊，对无？所以我讲对唔对？管长讲，我来这只甲发，这只发给伊的时候，你都工厂甲都同步都爱升级。啊，恁的欧盟食品卫生讲师呐训练这只出来，伊嘛爱升级。啊！你代志拢解决，你袂使，即个训练讲无效，啊，竟然还佫另外去开钱去训练，还佫开时间，国家哪有你国量济啦？对无？各位我讲对无吼？啊，我这是一项啦吼，伫只甲你报告者。第二，今天吼，达都只迄个我们曹迄个李院长吼，全都伫讲吼，我是建议吼，达都讲免息的迄个年轻人进来吼，要免息的低利贷款造船，这是爱重要。但是恁有注意无？最近咱高雄也好，阮遮嘛好，头城所有今仔日台湾全省发生火烧船已经三四十件，烧三四十件，就伤害到三四十个，差不多百几个家庭，内底有啥船长、甲大车，一个家庭拢破灭掉。一台船啊，按两千几万、千外万，你知影啊？咱有损害几亿，所以我伫遮建议署长吼。甲恁吼，拜托一下吼，今仔即座谈上好，互渔民有一个空间，通好发表即个意见。第一，我希望吼，咱的补助灭火器啊，这是泡沫灭火器要甲补助，一支若甲补助5000、1万，那是五千啊，迄个500是1000，一个船啊，看要几只，人迄是白铁啊，搁泡沫，一支3000几块，啊，补助一个新的，啊，十年保证十年的。哦，这是第一项希望，会当补助，啊，阮来训练无要紧，吼、哦、吼，咱的军官来训练，啥，人拢要来甲咱教，要甲咱训练，摕到执照，哦，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希望，以后说这边会当补助
提出一个经费出来，20年以上的船啊，补助伊换电线。电线，比如讲20万啊，10万，给伊全部台湾电线。你知我意思无吼？比如讲换一届是偌济，我甲你负责3G。各位，你知我吼？刚换完，今仔是船员安全、小气拢伫电线。你20以上，你若甲便利者，予咱的火灾降个上少，我甲你讲安全佮保证。第二，佮予头家船员佮一个安心的所在。头家嘛讲啊，政府这条德政，安尼我开一次啊，我过去拢电线来甲换。哇，水水水！我希望这两件事情，灭火器的补助跟电线20年以上的船只能够补助前面电线。台湾新开偌济钱，看要补助3G，也是安那操？吼、哦，我相信这渔民绝对这个德政来对，我袂骗。30几代吼，遐、哦、这个德政哦，我不甲你骗，几个家庭啊？哦，但拄则阮一个下下嘛钓钓，吼、哦，本来买掠。60几岁啊，搁爱买厝，咱来搁啊无男的，搁拖都袂使。对啊，一个家庭搁破碎，我甲伊讲，所以这个都是血泪泪的一个案例。啊，你来当这落去，我来讲，看下你用安怎创的吼，好不好？我建议这两条了吼，我来谢谢。好、哦，十五年袂使啦吼，好不好？吼、哦，会拍个拍一个，手机拍一个，过路坐这条来当位吼。古村那话电线，这咱等下研究啦吼。大概这个如果找得到经费的话，大概这个没有，我们就会尽力来协助。拄啊，总干事讲的吼，不是干来讲本国的，这是家庭啦，华人嘛是家庭。所以作为教育部门，这阮会来，阮会来迄落。最近阮嘛是拜，阮有一个报告要甲处理报告啦，是讲包括碰撞这啦，啊包括失火这吼，阮有一个专人报告去落，即内底阮会甲肯定讲。电线该换就爱换，啊，包括新的船舶设计，其实香港就一边嘛处理吼。另外，拄仔咱咧讲劳工问题吼，讲起来吼，劳动部嘛有无同款单位咧迄条吼，拄仔包括治安、包括卫生，啥物鬼夹夹做伙吼。迄、那个拄仔康处长遮伊才说明一下，已经请因劳工处一边来整合啊。好，咱的署长也是我们主秘吼，还有咱我们的副理长啊，咱的理事长吼，啊，咱遮议员的头家吼。啊，我伫想拄仔其实有真侪的问题，其实拢。甲咱四个反映，我感觉这个部分我嘛来对我，其实阮后日个本来嘛要拜访苏丢，就是一寡问题嘛是要请苏丢来答办嘛。啊，啊，拄啊伫讲这个劳工的问题啊吼，我感觉迄个咱其实84条之一的吼，其实都同啊协调啦吼，雇主甲咱的迄、那个那个迄、那个外籍工是之间双方可以约定，约定了啊，互阮。迄、那个本乡的这边来，阮来转来来核定啊。吼，啊，今日我拄好已经有甲咱的劳工处的这个副处长吼，因为处长即马出国，啊，副处长伊讲这个部门来处理这个，来甲各位做个宣导说明吼，啊，后边看边啊，伊来甲这个问题了解了，来看安那来协助啊，来伊这个大家来斗协助吼。啊，因为这个李专把这条可能要去行走两个路啦，所以要是为84条之间来，咱来先去思考啊，吼。第二就是讲，即摆其实迄、那个咱对这个渔民啦吼，啊，其实拄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即摆第三渔港的整土机器咧啊吼，这个土地啊吼，啊，甲苏州报告就是讲，这个土地原来是属于一个委托湾来讲，要予开放公给示范公。一个假日停车这个代志，啊，但是就即马讲已经这个土地已经正式拨予约束，啊，如果约束是不是他是不是说还是依照这样的规定来办哦？这个也到时候再请我们署里面来帮忙哦，啊，来去作为后续的示范。这以前我不够拨交说明，好，谢谢。这个大概温拜的个讲吼，啊，我们法规部分我们来研究一下，看怎么来处理哈。这温拜的个讲。好，多谢吼。拄仔咱讲足侪吼，有一项无讲着啦。我想讲我若无其他的问题，迄、那个部分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咱今日真感谢吼。主要就是讲渔业要永续的问题。因我有讲，少年人要安怎甲培养，卖尽量甲咱靠外吼。目前有一寡规定啦吼，包括咱奖励国人上船，去时阵定些相关的法规吼。阮等下过来讨论一下吼。拄仔嘛有讲要泰建的部分吼，要泰湾的时阵是毋是讲？予伊低利贷款，啊来鼓励伊，吼、哦，即阮做伙来看，规来检讨。我相信农业的部分嘛，一直咧鼓励少年人入来农业，渔业嘛是同款。
啊，即嘛真侪少年人买鱼丸鱼，真侪是拢去伫养殖，但是海洋渔业即嘛足重要诶，对咱台湾来讲嘛是足重要诶代志。所以阮即个部分来看，有虾米款诶鼓励措施，啊，包括旧船换新船要安怎甲鼓励吼，即阮规个来看，啊，互阮一寡时间去检讨一下，啊，包括即个滴滴贷款诶部分，我拄仔是想着讲。真侪所在拢用滴滴贷款，啊，因为家己负担滴滴贷款，伊就考虑讲我要安怎做较会拄好。所以这个部分啊，贷款的利息，阮会当负担的部分，那阮做会到的部分，阮会去专门来检讨，看会当比即卖措施搁较好无？吼、哦，这个互阮一个时间。啊，拄啊嘛有足侪拜托委员吼，也是讲拜托管府这边，啊，大家做伙来迄条吼。今日感谢足讲到足侪实际问题，所以阮为虾米要来遮？我再次强调一遍。就是来遮现场才听有你实际遮问题，吼，阮恁今日才来知讲啊，敢若即个劳基法、即个座谈会，也是讲训练办遮尼侪，是毋是有整合的空间？啊，有大家会使做一个了解。啊，当然有无共部委，即个爱看爱无共部委协调的部分，即个部分阮嘛会努力来做，吼。啊，所以希望阮遮的部分吼，恁今日记录开，大概包括那个系统的部分，我们大概就一个月之内很明确的，吼。记录来了，一个月了，就甲大家讲啊，这做会到，会当做的是要安怎做？啊，若这做袂到，是啥物时间做袂到？啊，阮会要安怎来努力？啊，大家共同来拍拼，是毋是？今日咱这个部分先来说明到这，哦。啊，若无其他部分，无就今日感谢大家来出席哦，多谢大家，谢谢。我即个做临时动议哦，我都讲拜托一下哦，就是讲这个，咱虽然是讲做八十四条之一哦，这条，这个哦。但是劳资双方嘛是无协商的时阵哦，你无法度符合到八十四条之一，你无效。所以讲，这个部分是毋是请农业处长啊，是咱迄个劳工处这边吼，恁爱做一个表格吼，迄条款吼，条款甲表格做出来，啊，或者孙啊吼，劳资双方吼，去签签。哎，你若无签的时阵哦，等完一条八十四条之一哦，等伊无效哦，即拜托你。李处长，这个拄啊，我已经正式甲李处长报告，就是讲，迄个劳工处讲，伊会来邀请船主八十四条这个工时甲签约这个手续啊，吼，伊讲的我制定一个说，迄个正式的迄个还本迄个代志。对吼，即个部分你讲伊会来邀请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灭火器训练迄个认定资格迄个啊，啊伊讲伊其实今年伊有通知渔船主讲要来上，甲找伊讲来上，不伊买来发表来做，啊大家来对即个代志做处理，后边处理安尼，安尼吼，系办过啊吼，无紧，伊讲继续过来办，对，拄啊，我即摆拢随时甲伊遐来处理安尼啦吼。都有了哦，对，好，我们再来出，我们再来请劳工处加强说明一下哦，好，谢谢。再次感谢，搁感谢啦吼，多谢大家，希望咱今讲的问题当解决的尽量来解决，啊，未当解决的，看要安怎处理，咱尽量来努力，好、哦，谢谢。